大家好，我是芊芊。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北屯最热闹的路段崇德路环庄路口，我现在身后就是洲际棒球场，目前正在新建的就是两年后即将完工的汉神百货，有两块建地要介绍给大家。从崇德路转环庄路进来之后呢，前面的路口就是长生巷，我们从长生巷左转进去之后，不用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。长生巷这条八米路进来，第二个巷口就是这一条路，门口有一个欧林园艺，这一条的路宽是3米，那后面是约莫2米5。这里是人美段，但因为它是在都市计划的农业区内，所以一坪目前的售价只要30万。现在在人美段或者是在14期的其他段别，只要是住宅区的建地，现在的售价都已经来到60到70万不等，所以呢，在农业区的建地价钱当然也只需要一半。如果以我们盖房子的角度，这样的一个道路进来都不是私人道路，全部都是国有的地，好，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全部都是国有的土地。这原本是一块三合院，土地分成了5等份，有一条6米的道路，每人持分12.2坪。我们现在卖的是 A 和 B 这两块土地。如果您有买地自产的需求，赶快联络我，现在就来看。